清晨六点多，七楼下黑衣女手拿高跟鞋朝另一名金发女用力猛敲，接着两个人互扯衣服，但因为太用力，衣服被扯下，当场春光外泄。七楼变擂台打完后，两人互瞪，接着火气又上来，继续互扯头发。两名同事看到帮忙劝架，但完全没有用。黑衣女利用身材优势来个泰山压顶，原本以为赢定了，没想到金发女动作敏捷，反制压在她身上，连续呼巴掌。他们打他们的、啊，我找我们的，不要打到我们就好了。你台北小姐，好听你捌看过哦，你金刚芭比。冲突地点在高雄前进区的一间 KTV 酒吧外，原来两人都是第三性公关，疑似因为抢客人爆发激烈口角，相约店门口定勾机。经询问了、双方均表示不愿提出伤害告诉。疑似因为抢客人，两名第三性公关骑楼当擂台大打出手，高跟鞋当武器狂敲头。尽管到案说明后表示都不提告，但还是被依照涉违法送办。记者蔡东杰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